急了，见他呆愣着不动，便倏地从他的手中抢过了一瓶。不可。晚了，司徒明已经飞快地按下弹扣，只见里边一层灰扑扑的布袋包着什么东西。妇人有些小失望，没有金，没有银，还真是不合适。小红小美那么镇定，还以为可奇迹发生了，当然也能不死心。把布袋打开瞧瞧。司徒明失笑道，再怎么看也不过是一点普特产而已，红娘子包裹得如此严实，还怕被别人抢了去不成？红小美脸色半大，